俯首作揖谢师恩。那我喝了你的茶就是你师父了啊。江湖险恶，咱们师徒一心，同去同归。嗯，我先去给你买包包和糖葫芦，你等着我啊。嗯，怎么啦？一个人害怕？才没有。那你为何拽我衣角？我不怕，师父跟着你。都跟你说了别跟着我了，你怎么还跟着？干嘛不说话？你不是嫌我吵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马上就要出师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新衣裳，你试试。你做的衣服太丑了，穿着这么丑的衣服，我怎么名扬天下？啊！呸！都跟你说了，我不吃糖葫芦。喂，你一直在这儿，都没去过别处，是不是在等着谁？我谁也没得，是你回来。你一个人这么久，就没想过去别的地方看看？我。说有一日总会名扬天下，实现你抱负。那时低头替你剪碎山上新流苏，心愿未听清楚。还隔着流苏，是否应该满足？也为你封好冬衣，寄去书信一两句叮嘱。该庆幸只恨只输，你我还未知末路，是时光从来残酷。最害怕的思想探视，听见你的字，一起气氛熟悉。你又输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徒弟。这下你不用一直跟在我后面，担心我被人欺负了。你这身新衣服不错呀，看起来像名扬天下那么回事儿。师父，你的亲友呢？这是你的小马驹吗？挺帅的嘛，你记得要每天刷洗，这样它长大了毛色才会。这些我知道。对了。我这还有些上好的马草。不用，我都有。我谁也没等，谁也不会来。你一个人就没想过去别的地方看看？我。你一个人这么久，就没想过去别的地方看看？我怕我一转身，连你也不见了。看，下雪了。